他们打架，跟俩小孩儿一样。你们看，哟，跟俩小孩儿一样站着打啊！快录屏啊！快录屏，发起来！这多好看！这站起来跟小孩儿一样。熊跑不远，只在这个区域活动领地意识，还锁喉。没有关注的点点关注啊！他其实这两个打的没那么厉害，他打他一下就逗着玩儿。你看他逗他一下，这急了，可能是这会儿可能就急点眼了，这会儿可能就急眼了，好好看是吧？你录屏了，晚上慢慢欣赏。哎呀，又打去了，又打，大幅明显个子要高啊！打架太搞笑了，真的跟人打架一样。你看，啊，你过来。你过来，哎，也不骂人，就直接扇脸。哎呀，大福给人家挤出去了。哎呀，大福给也太酷了，过来，大福，你给我叫进去。大福又跟他打架呢。大福，这个这么小，你看雀宝比大福小那么多。哎呀，大福出不去了，太酷了，你给我进来，太酷了，太酷了，你给我进来。跑出去了一个啊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大福卡肚子了。雀宝是男生，啊，这三个开心的。哎呀，大福打不过就上房。这俩要打架呢，这俩个子还差不多。大福个子是真大，大福谁也打不过。对，对对对，你没看大福吃的胖，啊，大福真的没有那么厉害。哎呀，雀宝气死了，雀宝气的。这把气的。